董卿卿也来了，板子掉了，那我先把它抱进去，太冷了。我们找找他，哪里呢？哎，天啊 ！Everybody say hello， hello， 说你好。那我们来，这是我们的快快小朋友，这是你的妹妹。这次上幼儿园用了一些小手段，一直在家里可能很容易就会没规矩。所以，喂，你好，是那个米娅老师吗？我是快快的妈妈啊。我们要到你们幼儿园来上幼儿园。刚才看到我，可能就会走。哎，走走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哦。嗯，那我们在这儿，来，你俩来抱着我，抱着你好吗？我们在参观包好吗？对啊。你想要出去是吗？对。是吗？对，那我们出去一会儿，带个气球回来好不好？我拿一个气球好吗？好的。我不要拿气球。你看看气球在哪儿呢？等会儿啊。哎呀，太热了，米娅太热了，我得需要整理一下我的教具。你看看我的玩具都乱了。快快特别能忍，他心里，你看他今天心事重重，我觉得他知道心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为什么休息？他去哪了？他要回家，你要不带他回家？你带他回家好吗？我带他回家呀。嗯，我带他回家。你热不热？要不要把帽子戴了？热，帽子戴了，好吗？来，你那萌七七。我想走。你想去哪里？走出去。出去啊？外面有好多好多的人呢。我们要出去吗？不会了。你看大家都在这里，一会儿要和你一起做游戏。第一次上幼儿园，我还是挺不放心的。我发现起初是孩子离不开你，到了最后你变成孩子进去了，突然妈觉得特失落，我觉得好像是大人离不开孩子了似的。还行，因为快快好像挺喜欢这个米娅老师的，所以好像还行。我找个地方去喝一杯吧。